朋友们啊，看看这个大蒜啊，管有卖的没有买的，这成什么世道了？大蒜现在没人买了，你看，没有人，国内国外都没走量，没有人收了，要大掉钱了，麻烦大了，高点过去了。大家看看我的直播啊，没有买的都是卖的，都是卖大蒜的，没有买大蒜的，你看看，哎，都是卖大蒜的，大蒜马上都要回到两块，两块钱一斤。看看啊，这旁那个蒜没人收，收不了了。大量增加货源呀，你看这个货，同志们关注一下，一面红心，你看这个蒜，满了。